什么声音？不知外面发生何事，且出门一探。就凭你们，师兄说过此处从无外人，这些黑衣人是如何闯入的？你们受何人指使，竟敢擅闯侠客岛？直接干掉！岛上来了外人，需得尽快去告诉师兄。主人有命，格杀勿论。我已将其重伤，速速！你们休想！不错，还能活着到这里。到底是什么人？取你性命的人。你要死了，真可惜。住手！师兄，
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。梦里。只是梦而已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你感觉一切可好？一切都好，但我只记得随你一起离开门派，之后发生了何事，即使全部。此处是侠客岛，我带你来拜访前辈，途中船遇风浪，你磕到了脑袋。磕到了脑袋？可我怎么觉得是胸口隐约作痛？嗨，你自小容易忘事，别管那么多了，走，我带你去见两位前辈去。也对，我从小爱忘事，只有师兄从不骗我。哎，你从小到大最崇拜的那两位，跟我来吧。傅大哥、叶大哥，你们可打过瘾了？哟，你总算舍得将你的小师弟带来了。叶大哥又说笑了，来，见过两位大侠。晚辈拜见两位大侠。嗯，不错。你要不要也来与傅红雪切磋试试？我？不是每个人都能与黑刀傅红雪交手，错过今日，你可没机会了。来吧。来吧。好了好了，不打了。不错。傅大侠是在夸我？你年纪轻轻就得到了黑刀傅红雪的指点，还有不错二字评价。看我这儿有本心法，名叫万流归宗赠你。以你的资质，若是晚辈定会勤加练习，多谢两位前辈指点。叶大哥就别调侃他了。看样子你们还没打过瘾。行，你们随意，不招呼了。走吧，此处风景甚美，我带你走走。此处曲径通幽，却不知是通往何处。我带你去见一位故人。故人？那一定又是一位十分厉害的大侠吧。嗯，故人一去多年，我已许久未同人谈起他了。临走之前，我想和你一起见见他。燕大哥，好久不见。
天涯有蔷薇，这是昔日江湖名宿蔷薇剑燕南飞的衣冠冢。蔷薇剑燕南飞和黑刀傅红雪、小李传人叶开一样，都是我知道你一直向往江湖，和你功力相仿的同门多以下手。师兄，你什么都知道啊。我们不让你入江湖，是因为这条路或许比你想象的要……我不怕凶险，我想像你一样做个顶天立地的英雄。我知道今日与傅大哥一战你表现得很好。江南，你去到江南替我将两封信件交给天风盟与青龙会之主。好，我懂了，我一定会行想、来陪我一师兄，叶南飞也是你的好友吗？是的。师兄放心，我一定会走出一条属于我的路。少侠，一路风尘，来喝口茶吧。这位师兄认得我吗？我是你师兄的朋友，我叫苏小白，出身移花，受天风盟、见过苏师兄。不急，今夜乃是天下第一红绫书音，趁秦会之盛，青龙会与天风孔雀翎之事，此处人多耳杂，不便详谈。稍后。江南的风景还是在高处看更为壮美，少侠来此处与我共赏如何？那人是……算了，还是先去前面找他聊聊吧。